我家里人每天都会吃坚果，特别是家里有健身的、减脂的，还有孕期一定要多吃一点，它这个是优质脂肪。我家里的老人、小孩每天都会去吃，所以我对坚果要求的品质就特别高。它这个是越南的特大果，这一罐是500克，一斤装的，配料表里啊只有腰果和食用盐。给你们看一眼这个大小，个头是真的大，你看每一颗都特别的圆润饱满，它顶上是带一层薄薄的这个皮儿。如果你们不爱吃皮儿，你就给它扒开。这个价格超级合适，这一大桶才30几块钱。咱们正常你去超市买这一大桶，至少都得70-80块钱。它可不是普通的大果，它是特大果哈，每一颗都这么大，就我随便拿一颗它都这么大。吃起来就是咸香酥脆，很好吃。先马上过年了，你就可以给家人安排一份啊，就咱摆这儿，它都是一道风景线。品质真的特别高，特别是咱们给家里小孩、老人呢，或者给你身边你最爱的人、最亲的人吃，咱一定得选点好的。